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挑战三姐妹自己在家打耳洞，因为我们约好就下辈子我们三个人还要做姐妹，所以就相信民间这个传说，我们要打耳洞啊！来，妹妹，你先上，你先上，她是我们最小的妹妹，来，她先上，她是没有耳洞的，好吧？戴眼皮手，镜头看不到，看得到你的脸就可以了。好痒，好痒，好了，好了，哇，成功了！来，小哥哥，好痒啊！哇，成功！哇，哦，来，我们来镜头对镜看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来头回来。哇，我刚才打他的时候，他很高兴，现在逗他，你看他，我想抱紧自己，我弱鸡。现在魔宝战就是会很快结束这场战争，好了，好，三二一，好，结束了。两个人，我先比一下，我打。我作为小白鼠零号，我的手现在已经快被捏断了。OK， 然后我不能看镜头了，我要一直看着这个位置。然后我先比一下，我的手，被哥哥跟唔同啦，走唔走？拜拜。你介你要搞我？好，baby好。已经好了，现在可以照镜子，已经好了，很漂亮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来，让你报仇，我打耳骨，好吧？我不帮你打，你打自己干自己。我来了。哇，吴师傅牛皮了！吴师傅牛皮，打自己！三姐妹的耳钉大功搞成了啊！哇！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的耳朵凑过来。我们约定今天是2020年，然后是3月30号，然后我们三姐妹现在在深圳，我们约定下辈子再一起做姐妹。